9.9块10包的这个山药薄片啊，继续可以去拍，太合适了，来个原味的。这个山药薄片比薯片香，特别香。甜兮兮的，超级合适，9.9块一大箱子，一共10袋，一袋是35克，特别脆。这个一次吃一包解解馋正好，不够你就再来一包。不像说那个大袋的大包的那种，你可能吃不完，我就经常吃不完，然后放那儿第二天的话它就不好吃了。各种口味，应该是5种口味吧，然后一样2包。